这里看起来像是出口，或许我们可以从这地方回到外面。怎么了，虚空大哥？我们这一出去，马上就会见到凤哥哥。想到他那样跟相柳青鱼勾结，我的胸口就好疼。 出去以后，我会好好跟他谈谈。只怕不赶紧出去，到时面对的就是他的尸体，还有沐浴，说不定也得陪葬。好，先出去再说。 出口还有许多妖物，子乔，你看前面。凤哥哥，过去帮他吧。这个人一点都不让人省心。阿乔。 司空兄弟，有话打完再说。凌云深，凌云深。 你们好好谈谈，我去旁边看看。喂，你怎么可以？亏大家这么相信你，把你当成重要的伙伴。在国家人民与大义之前，区区个人情感算什么？这只是没能力的借口。这样的你，就算挣了血脉，也不过是昏君一个。 说过多少次了，能力比血脉重要，而你一路以来表现的能力明明是很好的。这些日子多少挑战，我们不都是一起克服过来了吗？为何你不相信自己，不相信这些一路相挺的朋友、同伴和伴侣？宁可相信那些摆明骗人的异族人？我本不期待相柳他们能信，原先也只打算对他们蓄意委夷。 待我们深入他们族中，又登天整个血脉，便打算一举歼灭他们。阿乔，我从不以自己的血脉为耻，但我的人命不是。哪怕登天取神力只是传闻，只要能让我的人民相信我，让天下人民都能过得幸福，这不也是一种庇佑吗？为此。 只要能达到结果，哪怕是旁门左道的方法，不光明磊落的手段，我都愿意一试。就因为这样，你可以牺牲这些信赖你、支持你的朋友。
那连我也一样吗？有必要的话，我也可以牺牲，是不是？醒了，是你。他们暂时没事。你专程找我，有什么图谋？哼，聪明，泥人。我想与你做个交易。交易？你身为泥人首领之一，应当明白贪多嚼不烂的道理。外域统领各地方国，内域至各地洪患，留心争取。你能有多少精力在这无谓之处浪费？你越是蹉跎，就有越多的子民死去。我若是你，便会选择最简易快速的道路，完成自身目标。你不必这么迂回，说吧，你真正的意图。我与你所求一致，登天，而登天关键站在我这方。如此一来，你为何不与我合作？我看不出我与你合作你会得到什么好处。你做出此提议有何目的？目的为何你不需要知道，你只需要知道这么做对你有利。有利？你以为我会相信随时都在侵略我大商国土，伤我大商百姓之人所说的话？更何况我登天是为了挣血脉，而你们登天似乎所谓为他吧。哼，总之欲成大事，岂能顾虑小节？我只能说我等目的绝不冲突。泥人，如今登天之路近在眼前，你要放弃吗？想想你的商国子民吧。还有，想想你的那位你想对阿乔做什么？目前没怎么，但未来会如何，就端看你的选择了。主子的话你可听明白了？你好好想清楚，否则……只有你阿乔，只有你，我永远不会。你知道吗？我一直想陪在你身边，和你一起找出让所有人民过得幸福的方法。可是现在我方大哥，沐月呢？我四处看过，都没找到他。他还在外头吗？他方才与我一同掉入此地，但进来后，我俩就分散了。我也不知道他人在哪里。阿七，你要我往这方向去，是吗？我们照他指引的方向走吧，说不定就能找到沐月。
凌云剑。凌云剑。
没办法醒过来，司空大哥。那时候木叶姐姐被青鱼用琴音偷袭，她会不会跟我之前一样，也是被青鱼的琴音控制住了？摆脱琴音控制的方式，还是我是怎么想的？我怎么做的？沐月，想想你最想守护的东西。姐姐，月儿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了，对不起，害你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过了那么久的日子，是我自己的错，该道歉的人是我，要不是我，你也不用牺牲自己就可以跟傻孩子，你我多年姐妹，你的心意我怎会不明白？我本来不用伏击阵法，要不是为了让我与江郎厮守，一开始你又怎会选择带我入阵？你从小就是外冷内热的性子，旁人不懂你，难道连我这做姐姐的也不懂吗？你是真心想为我与江郎做些什么？我都明白，我，你别太自责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一开始就不该为了与江郎长相左右答应你代替我的提议，最后我选择重新进入祭坛，也只是回到了原本的计划，不是吗？我尽了我原本应尽的责任。月儿，从来都不需要为这件事责怪自己，季阳姐姐。如果你还想做些什么，我希望你帮我一个忙，帮我阻止相柳与江郎的行为。可是，季阳姐姐，我该怎么做？你难道忘了手纹的另一个含义？它除了是封印天门的印记，也是华胥与轩辕共同守护世间的象征。只要心中想守护的心情越强烈，那么它所能发挥的力量也会越强大。守护的心情与力量，我有这份力量与心情吗？姐姐，我现在很多事情都弄不清楚了，我的胸口常有一股难受的沉重，我变得会担忧
会笑，会关心他们，会为了救一个人使用了金元的力量。这样的我比当年还要纷乱，我真能够胜任吗？月，正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着想守护的物事，所以才会想为别人付出，担忧他人，为他人而感动。我那时会有勇气重新站上祭坛，便是因为我想好好守护自己的族人，守护你还有江郎，我就不再害怕即将面对的一切，即使是死亡。姐姐，月儿，你能帮我阻止向阳与江郎的行为吗？我答应你，我会阻止他们。木月，月儿，勇敢的去吧，我一直都陪着你，一直都和你在一起，我会永远守护你，还有华胥族人们也是。虽然现在的你再也见不到他们，他们也还是一直都在，一样在守护着你。要阻止向柳。木叶姐姐，我们现在不是应该先阻止青鱼召唤剑木吗？我想是向柳想复活公公大哥，并利用剑木的力量登天，而后利用公公大哥的力量强开天门。要是天门开了，人间将免不了遭逢浩劫。木叶姑娘，向柳他们正如你推测的一样，打算复活共工，重启天门。现在看来，若他们成功，人族子民将陷入灾难。我甚至怀疑，向柳暗中安排这个计划，已经策划了相当久。或许先王太甲失去凤翎庇佑，就跟他刻意取走我身上凤火的行为有关。凤火？是，这日后再慢慢解释。总之，我们现在必须加紧离开此处。我知道向柳的巢穴，可以重新会他们一会。其他地方已没有路，出口会不会就在此地？我记得方才进来的入口有个图腾，这里应当也有，不如在此探查一番。嗯，